伫倒只做嘛唔知，嘛唔知啊！你若安尼无，是啊！你叫阮讲休困，莫想。不过我前几摆听你讲话，我嘛在想。现我看你，我就在想啊。阿三妹学做莫想，啊！我跟你讲，念阿弥陀佛，甲这个阿弥陀佛呢，啊，就烧掉掉啊呢。三分半点钟，十分、二十分、三十分，半工阿弥陀佛，你拢不卖念头。当你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卖念头哦，无念头哦。啊，当你呢念阿弥陀，阿弥陀无念头，念咪半点钟无念头哦。啊，当你半工拢无念头，一工无念头，一礼拜无念头，往生极乐世界。人死啊吼！不是往生极乐世界，都是清楚这世界。你即马当下伫倒位，你就知。你有法度安尼无？咱即马内底有人安尼无？你念不念有来无来？试看卖啊嘞！你看你念有来无？有安尼无？你讲无啊？我什么免烦恼？我若无想，我连什么无想？明仔载后日有饭好食，我也免烦恼，我无想。我嘞工课呐，工课真济，互我做，我也免想工课，伊都拢有工课啊。嗯，我逐项便便啊，我食饭啊有逐项，我都免想啊，我都阿弥陀佛啦。安尼学做无念无？安尼敢无念？问恁看嘛，安尼学做无念？我无烦无恼嘛，无念嘛。安尼学做无念哦，歹势也毋是。连你边啊这个人，还是一个物件，还是一点一滴呢，你完全无动。是恁歇止佛到你念头拢无动哦，贪一米啊，夺一米啊，拢无哦。这个阿弥陀佛都有力啦，都是这个有力。安尼人才有法度变过你啊贪真执，会变过你什么？变过你啊，所有你夺的一米米啊，都拢从清楚清楚清甲清清楚楚，把你的垃圾的清甲清清楚楚。就是这金戒金刚不坏心的无念，这个一下发泄出来，一下修养，这个地藏菩萨法界观，多者我呢哈，地界不净，地界不空，我唔成正定正觉。其实一发这种心，一直是我的这条心在发愿的，一直用这种心在发愿，就是度人家的。其实一当下已经豁达啦，你讲伊也未成佛。都哎，做错真多，多地未生活，人一当下都富啦。哎，听好无？都爱安尼解说，无吼，无人敢多多地啦，无人敢收多地啦。啊，该你若讲安尼，你用谦话讲，佛祖甲你谦，不清不楚的讲。哎，听好无？即句讲了，人无句讲会害。听话人都真知，听无的人，你去甲大叫人唔免多多地哦。无呢，无法度生活。啊，听，无法度生活，听到这句就歪多多地啊，听好哈。所以说，希望大家呢啊，要懂得修行怎么修，才不会白费时间。平安礼佛，我们礼金呢，我买给啦，听好哈。好，希望大家修行，万缘放下，阿弥陀佛。出家出修行，是出这个相目，内外拢出。做一解出，啊，听好无？安尼就即解高尚啊，听好无？啊，出家出家就是内外拢出，连心嘛出，相嘛出，哈子，这个相圆满的咯，听好无？安尼相出心嘛未出，这也毋是真出家，出一半。安尼心呢？啊，心出也未现相呢？啊，你出世，你出世又个入世咯？咱内底有入世无？有出世过入世无？哈 啊， 啊，咱就来做这个吼、哦。不管出家在家，我拢讲出来。这相无出，心爱出，这就是过入世啊。出世过入世啊。你啊，你那阵现在出家相呢？你的心嘛出家嘞，出那无出无入吧？听无？无出无入。哈、啊，知道哈、哦？以三宝道法是上圆满的，哈、哦，这上圆满的。人天道处一定要现出给相，啊，那行菩萨道呢，现什么相都可以。可是我们是不是菩萨呢？你问你家弟，你今麦要读什么？是菩萨不是菩萨哦？咪咪啊，你就知是菩萨不是菩萨哦？你去现化验的，
看什么级数才是菩萨，你就很起来知啊，验证一下，看你到底多一尊。哎呀，哇，哦，你若无，你若安尼，嗯，我到底多一尊，我你很起来看你得什么，看你到底遐清楚清楚的叫我说，堪你为菩萨咯。啊，清楚心无半项啊，无黑断尽哦。你个爱发什么心，才是真菩萨。你若无发心，安住底下，都唔定唔当呢。啊，嘿，哇，那是二圣的，你入空性而已，你只是入空性，你还没受用，你只是入空性，安住在空性里面，那只是二圣人，二圣人哈，还听好不？你二圣人入空性都是好啦。那二圣人，你来分得清楚。在空性内底呢，你爱发无上菩提愿，你才发到六度万恒具足菩萨量，初地菩萨你才发到。咱来先做地下菩萨啦，地下菩萨先做，哈、哦、哈、哦。你有初地菩萨了无哦？哈、哦，华严内底初地菩萨，他要具足里面完全很多的微细微细的，你全部要做到，才是真菩萨，他才初地菩萨。啊，那无唔是哦，我见修了后，都是华严内底初地菩萨的，都开始起步了，开始起修哦。你看，你看这级数爱外观光，这是华严。我跟你讲，你怎么一无量，咱这挖课下挖课阿弥陀佛，依咱家己无可能，挖课下挖无量无边的佛来护持咱，念阿弥陀佛都是捧一切诸佛菩萨神护念。一定会给你好掉的，哇靠！那依咱家己行无法度，哎，听好哈！依咱家己，我那呢主力无法度，一定爱以菩萨的心量，速速推你行哩，只都是地藏菩萨，用千百亿化身呢来速速一切众生入阿弥陀佛世界。这感官意思哦，都这意思，发心的发地藏愿啊，地藏愿执着嘞，千秋千干。当这中间的普贤菩萨，当这中间的文殊师利菩萨，伊拢归讲一个，啊，听好，拢讲一个哦。哦，是咱的心量安尼安尼安尼，其实大尊菩萨拢讲一个心量。啊，咱有安尼无？我只讲安尼，安尼咱就袂自满，第不要满就低袂落啊。另外一个修个心咪咯，我嘛看有，我嘛知影，我嘛感受会到，我嘛要看人。啊！你也要看，来，我倒转来看你家己贪嗔痴伫倒，一咪咪啊都袂使哦，咪咪啊哦，咪咪啊拢袂使哦。那安尼呢？你也是凡夫地哦，啊，阿弥唔是恶的人啊，所以说要认真。那挖过相，挖过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回向。愿我佛慈悲哀悯，受受于我们。你我共证佛道，阿弥陀佛。海印法师开示录已制作完成，欢迎来电索取，免费结缘。电话0877931320或电0912326630。